那我把这两处改一下就发给你。李飞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又是你！你哪都有你、啊。我还想问你呢，我是他房东，我他租客。王李飞呀、啊，看见你就没好事儿。咱们就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了、啊。你喝点酒还挺可爱的。我怎么突然觉得房东好看呢、啊？我们家那个租客啊，花瓶当中的战斗品。钱飞，我确定我爱上你。我已经做出选择了。